诸位在地菩萨，大家安安。现在咱们继续来讲这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那么今日进入这第十七天啦，一件啊，请拍开你的讲义。这个净贪啊，有分作六款的贵识，就像一般人叫做高德啦、贪生啦、啊，哦，一个钱拍二世间啦、啊。唔轻布施啦，这个净贪有六款的过失。第一，人缘夹恶；第二，贫穷靠果报；第三，牛齿果报；第四，心性不扩；第五，所求未完；第六，以菩提不相应。那么这个净贪啊，就六款的贵识啦，就是讲，一人伊心啊，那是无有这个布施心，较属于这个啊、较自私哦，干顾自己，无顾他人，会养成啊，这款坚定的果报啦。第一，人缘结义，啥物叫人缘结义呢？等你既然无可能攻击善缘呐，哎，当然咯、哦。你平常时呢，无共结善缘，安尼自然以后啊，你的人缘恶去就对啦。所以讲呢，这人缘啊恶去啊，伫这社会人群内底呢，这人感觉呢孤单孤单，安尼个无聊无聊啊呢，人缘真无味啦。吼、哦，那么第二呢，叫做是贫穷果报。这个贫穷就是讲善者意思，譬如讲有一款人。伊开始真善者，这个、善者佛教相信讲伊无布施，伊无堪大众来结善缘就对啦，所以自然呢，伊就得到这个贫穷的果报就对。第三，牛齿果报，这个牛齿简单讲就是无智慧啦。譬如讲你捌佛法，啊你无共布施，将你所了解的道理讲互听呢？后卖呢？你个闭掉诶，积伫心内，诶，渐渐转来无智慧去啊。所以你个看，像咧水沟啊水，水沟啊水啦，你若是啊，一工等一只石头咧，诶，这个水沟啊水呢，伊渐渐啊，会塌掉诶。两工呢，你啊等两粒落就好啦。安尼塌到尾水沟水呢，全无水，啊，全个未流就丢啦。塌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。六十粒啦，无劈嘛都爱劈，吼、哦！所以咱人个智慧也同款啊，智慧你定起来提起来用，提起来用啊，用久了，咱自然呢就做流利。像讲你个菜刀呢，即摆用白铁个就较袂啦，过去时代用个生个钢个吼，你久无甲用呢，自然就卡身生身。你定个细，定个路，定个磨，定个轻呢。安尼，这刀就愈来啊，是毋是啊？咱人智慧同款，讲较早侪人吼，以前个时代有一个叫啥物啊？毋是啥物灯灰啦，一个山地同胞，互日本人甲掠去啦，都掠去伫印尼啊做军夫啦，因为伊刀兵啊，秘山顶内底，因此呢，连连啊，甲功夫了，伊阁毋知影。前后米草二三十担啊，本身就无含这人来接触，无讲话，这两二三十担无讲话了后，汹涌落啊，这平地呢，煞
含伊本身的山地东北话，只有闽南啊，平地话也闽南啊，含日本话都讲闽南啊。所以这久无用啊，已经袂记去。吼、哦，拢三工无聊啊，就安怎？爬上树啊，就代表讲一个人，伊一样物件久无用啊，已经打死去。准呢啊，这是准物件袂记去，吼、哦，甚至呢袂留下去，忘失去，这意思同款啊。所以啊，健谈的人，伊会带来这款的无耻的举步。所以呢，咱啊捌佛法人，一定爱慈悲心，无尽的为大众说法，安尼后摆得到无量智慧啊。像讲我本身自己啊，我就发过一个清净愿。我若了解道理，了解偌济呢，我绝对无自私，全部甲奉献甲讲出来。了解偌济，就全部讲出来就对了。因安怎讲？因为成就佛道啊，成就佛道一来无尽跟众生广结善缘呢，安尼以后咱的发言会广阔，自然的智慧呢会大展流露，三来呢以菩提相应，最后成就佛道啊。所以宏观咱注意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哪怕是这佛法唔忙健谈，乃至咱身外之物，尽咱所能呢。咱来多喜舍，多布施，莫有这健谈的心理，安尼带来着这个无耻、贫穷、人缘全恶去，也即款果报呢。搁这健谈嘛，会带来一款心胸未阔，就是讲，你既然健谈的人诶，一定自私的啦。我毋捌看过讲一个健谈的人讲伊个大方诶，一定心胸会真正啊。人世间人讲一句个粗俗啦。叫啥？鸡啊长，鸟啊多，这代表呢自私自利，未顾团体，未顾家庭，未顾社会，未顾国家，一切拢以自我为观念。因此，这款人的心胸也真正，伊的见识未广阔，人缘未广阔，伊时常生活伊伫个自闭症的当中。自闭症的人哦，伊家己呢封闭了伊周围的朋友。封闭了伊家己思想，生活伫款个孤寂内内底看天空共款个呢，伊见识不广啊。因此呢，即款健谈个人，伊生活呢一定是啊一个苦来利益啊。尤其啊，伊即款人呢，伊无啥物朋友。健谈个人，伊惊讲伊个钱去互人怪去，互闹去，互占便宜去啊。因此，即人呢，伊心胸就阁介一。会得到这款无好果报。那么，你若时常布施施舍人诶，你的心胸会阔去，你人缘真阔去，你真富贵起来。我昨有讲一个例啦，一个大企业家呢，伊无尽的布施广结善缘呢，你会看，伊一旦啊，伊面去触着、去摸着、去拄着时啊，伊呢大富大贵啊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毋是伊敖，是伊边仔的人诶。熬趁钱来给伊啊！伊所以趁钱来给伊，就是因为伊自己啊，本身咧含遐人结善缘，这人呢，为了怀着款报恩的心理，怀着一款感恩的心理呢，自然人钱就一赶来给伊，捧来给伊啊，趁钱趁来给伊啊，有道理啊！那么凭你一个两只手啦，一人咧浪流连浪流连啊，你小外好趁啊，有道理啊！所以佛祖未骗咱啊，说布施是因啊，以后得到大富大贵就是果啊。你健谈高德就是因，人缘恶就是果啊。贫穷啦、无耻啦、心胸未广阔啦，这就是果啊，无唔对啊。第四呢，健谈的果报叫啥？叫做所求啊为愿。当然，你无可能广结善缘。所以，佮健谈高等呢，你呢所求会带来一款无法度如你所愿的果报，无法度称心如意就对啦。所以有人活伫这世间内底啊，有人要求一件代志求袂好，要做一件代志办袂完美，原因啊，就是这人过去生中，甚至在今生呢，伊无可能广结善缘，譬如这款健谈主义人啊。这以后果报就是怎啊？所求为愿呐、啊。那么为安怎伫这个
欲界天内底他化自在天的天神啊，伊只要动念头呢，安尼其他的天呢会化物件来给伊。哎，有安怎？因为啊，怎样布施施舍，自然呢，咱会化来给伊。迄第六天就对啦，有这个好的果报啊，都袂迄个所谓讲所求未完的呢。那所求未完，讲这人爱达定呢，好好反省的时阵啊。啊，为安怎有人做代志呢？一切如伊所愿呢，称心如意啊！因为伊知影正福田，跟大众呢，好好安尼结一个发缘子咧。安尼今生未来有一天的时，不但所求未为愿呢，同时啊，伊福慧圆满，伊菩提相应，有一天成就佛道啊！在这近程来讲，虽然我都达到处处完美。在晚点来讲，有一天修到福慧圆满，幸福的事啊。那么，伊会当随心所欲，伊所求一切如愿，一切呢会当称心如意啊。所以呢，咱这段的重点就是讲，电贪会带来一款五六款的过失，哦。佮最后一项叫啥？叫做依菩提不相应。我唔捌。看到佛经内底，或者是历代祖师还是诸菩萨呢，伊安尼讲，讲啊，电贪人会跟菩提相应，哦，高德人讲会幸福的，哦，一个钱拍入世界人讲伊发愿足好的，我唔捌听过。所以讲修道当中呢，讲若高德会幸福哦，我讲我就罔高德啊咧，哦，一个钱拍入世界。唔肯甲人讲结善缘，讲含幸福有希望呢？我讲那会呢？那会我嘛要安尼做啊？可是事实上啊，无符合因果。高德诞生一个钱拍入世间，决定与菩提不相应，未含菩提相应，就是构成因果关系啊，是不是啊？无唔对啊！总讲一句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。那会当讲，你的金贪，甲化消为，会当含大众人群广结善缘，都许下慈悲呢？安尼呢，就当化消六款的过失啦。所以佛教甲你讲啊，布施度金贪啊，两个都无同款的世界，两个都无同款的天地啦。因此呢，咱注意在诸菩萨。你是要选择布施，又则是要选择这个简单呢？高德诞生呢？我相信这真千百道理啊。不过千百是千百啊，又搁有几人做得到呢？又搁有几人会当含这个布施喜舍相应呢？是不是啊？这啊惊人呢？那么我嘛要甲注意讲，又搁有几人会含这个简单？高德诞生相应呢，无量无边呢，是不是啊？凡夫众生的咱自古以来，乃至累生累劫以来呢，拢总是见他高德诞生关系啊。所以相应啊，喜舍慈悲者，可能结些善缘了，一抢功劳啊。我曾经啊，有看到一遍啊，迄民意代表去选举啊，那么伊做人跳啊卡啦。那么伊就算了了，伊就抢功劳啊！讲若无我出面啊，这个馆长未必然会丢啊。若我无出面呢，未必然这个立法委员呢，这个算未丢啊。若无我出面呢，这个乡长、村长呢，甚至这个啥国代代表算未丢啊。因为我的原因出面呢，所以大家看民主，我运动了个地呢，非常周到，非常周全啊。所以呢，因为我出面呢，伊才算得到啊。凡夫众生拢是安尼啦，抢功劳一大堆啦，真正付出的呢，未必然伊真济啊。所以呢，我特别讲话啊，凡夫众生见贪啦，这点是正确的啦。好，诸菩萨，咱下面呢，继续呢来讲这《地藏经》的本文吼，伊本文讲话咯。若无饮食，无多食，虽饥渴，
因病不若无定力诸情者，虽经讲宋命不若无背应的扶庙者，虽天地灾杀不若无烧三林木者，虽功名出书不若无征修扶庙恶毒者，虽反省鞭挞献酒不若无蒙报成主者，虽骨肉分离不若无诽谤三宝者，虽盲聋音哑不啦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个修道过程当中啊，有当时啊呢，也无了较细会烦恼啊。我要甲注意讲，卖讲是修道人会烦恼其他呢不法的代志啦。你一个无合佛的人，嘛是无理由呢犯遐不法的代志呢。所以定讲话啊，你做歹就因果啊啦，除非你卖做。所以这因果的物件，唔是你要信唔信的问题啊。你甲做歹看卖啊呀，你讲杀人，这杀人唔是讲佛教徒爱修戒尔呢，修这个法律尔呢。你这唔是佛教徒，你这普通人。你无合佛，你嘛是杀人，爱互法律给你制裁啊！杀人就是因啊，互制裁就是果啊。所以定讲一句话，你有合佛无合佛，总是卖做歹代志。所以讲呢，只是讲咱有表明讲，我要来修行啊，我要正经啊，划分一个界限啊，是安尼原因。毋是讲哦，因果是你合佛人早有去修哦，阮无合佛人会当逃之夭夭。逍遥这发梦飞飞外口哦，后晓空的呢？哎，杀人放火中间杀人，我当我嘛敢来啊？是不是啊？那安尼讲起来呢，当嘛敢对不对？可是注意啊，因果这物件，你边做都有，除非你卖做，卖做就无因果啦。所以我迄天无讲一句话，三宗十二部教典就是一部因果咯，佛陀讲出一切世间法，乃是出世间法，拢离开不了因果这两字。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就是因果。离开因果，点点滴滴呢，不能存在。伊所有的存在，拢就是因果的一面就对了。注意听好，咱在这《地藏经》啊，本文内底讲，伊讲因是无多啊，为因啊，其确。为果啊，总讲一句，就是讲饮食，就是咱的三顿的食饭、食菜、饮茶，食三顿就对啦。你若是食饭三顿呢，无一个抗战，无一个斟酌，无一个控制，甚过浪费的位置呢，唔知样释放呢，就是因啊。阿妈会带来的这款，脑饥荒，你就是要控汗。或者是和牛流，这个脑饥荒和牛流呢，就是伊索皮亚、爱非洲种种遐个部落、遐较善者国家呢，遐过去成长就是饮食啊无多，多就是无一个控制就对啦，甚过浪费，唔怎幸福，后摆再带你个攀啊，你甘蔗出世伫个不如意的国家内底啊，像咱顶两年啊的伊索皮亚呢。受国际性的救济，救济袂好势就袂好势。思想人是不计其数啊！今年多在非洲方面嘛，真济受全世界个救济啊！这就是安怎？过去成长饮食当中啊，唔但爱惜一服务，因此感召了这款不如意的饥渴的果报啊！饥中哦，三顿无通食，渴到嘴大啊！哇，含啉只茶，啉只茶汤都无机会啊！咱人啊，果报结缚啊，业障结缚啊，真正啉一嘴茶都无人去啉呢，你唔相信吗？咱时常拢拄会到啊，你出外去啦，去山顶啊，向阳呢，你水道的茶呢，水呢无够呢，你嘛有法度，嘛是有可能受一工挨半工，互伊炼流时阵，互伊凋流时阵，无机会啉茶时阵啊，是毋是啊？注意啊！咱往人活的这世间呐，唔茫靠势，
所以咱世间人讲一句话，我听也真有道理滴啦。伊讲啊，伊讲居安思危，居安思危。当你生活伫个安和乐利的时代啊，你唔通袂记讲会随时随地发生无常的变化呢，互你意想未到的代志呢。你平常是伫想起来囥啊，爱只欠起来准备伫遐去等伊也都丢啦。爱安尼一款心胸滴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伫个富贵内底啊，唔茫想要苦死。你今仔富贵啦，享用明仔载呢，一落千丈啊，变成一个纠纷，变成一个落魄江湖啊，落难的英雄啊，无唔对啊。虽然平时卖讲啊，看遐个贫穷善者、落魄的英雄诶，唔茫看因无够重，人凡是伊过去比你较哦幸福啊，哦比你较快活的人啊，哦比你较有好过的人啊。因为伊是业障扑起来，互对路啊，人伊嘛是无爱安尼啊，所以咱袂当看人无够重。哦，你看人民，咱然后时常抱人民的人啊，迄款人较上进。哦，所以佫听好，在这所在，咱佛教有一句话讲：下苦人时常时刻爱抱着感恩的心理，时常时刻抱着一款有爱惜福报的心理。佛门在修福，哦，千万唔通浪费咱福报，千万呢，咱来记一句话，福报佫较大呢，也用得真的时阵呐。所以福报呢，咱都爱甲爱惜伊，疼惜伊，互咱的福报呢，以福佫倍福，安尼呢，咱的福报则绵延不间断，袂叫断绝去。我正比如一日来讲啊，你真好贵。恁家有几十亿个，甚至三四十亿个。我问你呢，难道三四十亿、十外亿用袂尽吗？要去用会尽呢？因为世间所拥有一切啊，福报无就讲袂尽呢啦，是不是啊？穷人今生用袂了啦，你嘛就爱娶起来、交起来呢，经过生老病死啊，迄、那个勉强呢，压力互你娶起来就对啦，压力互你尽呢啦。你会死啊！那么死去了，唔是意味讲你就无来生、无轮回呢？也还佫有呢，也还佫无互你吃快活的，无通互你食遐好就对啦。后出是佫轮回时阵啊，人哦啊，一笔点乾坤啊，你今生啊怎样布施施舍？那么含众生结善缘呢？你后出是怎佫有福报可言呢？所以爱惜你福报呢？所以来生未到，我都想到来生啊，听无？未来世真未来世哦，未真到，我都想到遐。我自从啊学佛了，这是指我啦，我如本就对啦。我自从学佛了，才知影讲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知影讲未来世会可贵呢。我早就拢想未来世累生累劫的代志，我想起啊。我即马就开始为未来事、未来劫一直铺路、一直铺路、一直铺路，最后要成佛。因为我知影，咱人死了，唔是代表一切毁灭，伊的灵性，佛教叫做佛性的，伊有缘不断不灭，伊有缘的随咱的善恶之业，也投胎转世轮回去。也因为佮有来生的可贵呢，我的生命才会充满着活力，充满着蓬勃呢，会朝气呢，感觉生命真有意义。因为你要有一届有真善美的未来呢，你要做个真善美的因地。你要有届好，后摆有福报，你今生该做呢，后出世就福报。你要爱有无穷无尽无上智慧呢，你今生好啊用功听经闻法参禅悟道，安尼就是因。后摆乃是今生你的智慧就穷穷无尽，无唔对啊，构成这因果关系啊。所以我要讲一句话，因为我如本我知影，咱人命重要，唔是代表一切都无啊。死是肉体，消失伫这世间，土归土，尘归尘啊，是毋是啊？可是啊，肉体死亡了，咱的心性，佛教叫做灵魂，佛教叫做即佛性啊，依然佫存在啊。因此呢，咱唔免烦恼，唔免看来讲死了，啥物事都无啊。依然阁有滴，讲灵魂拢无啊，死去人都看袂到啊，都一家家
否认伊存在，因叫做断灭论啊。断灭论即款思想真可怕，否认伊事实，即自我误认，即款是恐怖，又阁是错误一款思想，会误导众生，那绝对唔对的。因咱人伊命中了呢，伊心性就是佛性的，伊永远阁伫的。因为有个来生的存在，虽然活在世间，唔知感觉真光荣、真有意义，生命充满着活力啊！你来看，为安怎真济真济人，伊即世人的地位足强的，啊，读无不几本册呢，甚至连国小都无毕业呢，迄口才也好，啥物册互伊看过，伊拢会晓。因为家庭细汉的时啊，伊善食啊，哦，家庭无着福报，通互伊读册呢。唔过，伊后来读册，读真济，看真济，为安怎？因为伊啊，有来过去先拢读足济册啊。即世人了分析者，了看者，今仔学着伊啊。啊，有真正读到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毕业，出来一看嘛，嘎真济呢。人讲世间人讲死脑筋的啊，读个死册啊，未用社会上运用的是无量无边呢、啊。所以讲呢。然后册呐，等候即世人读拢袂赴期啊啦。所以呢，啊，咱意思嘛，毋是讲好人讲今生的努力呢，爱努力，你个培养者，安就可以啊。所以呢，我意思就是讲啊，因为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，三世无尽绵延不间断，伫个轮回相续，安尼真会感觉咱的生命可贵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。所以我就要甲注意讲，咱因为有来生、未来世的观念，所以咱呢才会感觉讲生命活在家地有活力啊，才会感觉真光荣的人生啊。你才会好安尼在今生做迄个有意义、对社会、对家庭、对国家呢的奉献啊。注意搁听好，我来讲一个幸福，以一个公案呐、啊。咱人爱惜福报。唔通轻举呢，就随便丧失啊！咱的福报，同时呢，爱听起福报。那么，咱这民间流传有一个公案呐、啊，这也有真有一个启发性就对了。原来这个故事就是讲，一个大富大贵、相当好过的人家呢，这人唔知人惜福报，所以呐，每顿啊，伊的饭啊，煮食。伊煮哩个地吼，哦，都因兜呢无甲十个人，饭是煮起拢超过十人份，十外外个人个份就对啦。因此，即个饭食袂了，甚至呢，即个饭全甲倒伫水沟里去。你想看卖啊？甚至伊饭食无清气，迄饭粒啊，细细就甲倒水沟里去。注意啊，注意啊！你外只好不好算账啊？注意。注意去听了哦。那么，因为隔壁有一个在贫穷、在善食的一对夫妻，那么苦无呢三顿可食。那么，伊看这水沟啊，阵流了真济个白米饭啊，哦，人真欢喜。啊，就阮隔壁这大富翁，因兜个啊，伊食无了阵倒土角个啊，因厝里伊用个网啊，两个翁仔某呢，食饱无代志，等后。当时要洗碗碟啊，食饭饱时，伊拢扎得好好，就跍伫个水沟边伫个河个等啊呢。伊个网啊，等出落去啊，伊个米呢，哦，饭粒啊呢，伊捞来捞来，平均一工哦，捞了饭粒啊，最无头一百粒至两百粒左右啦，还算未少啊呢。那这食呢，有当时啊，等两碗三碗呢，安尼，家捞起来遐米只饭呢，有当时啊的。有够因一顿爱顿半来食就对啦，两阿婆呢，注意去听好。安尼日子一日一直过，一个一直过，一年过啊。那么代志过差不多将近到二十一档的时，注意富贵跟贫穷诶，又搁有一轮回啊。那么二十档了后，这个、富贵人家呢，伊结果安怎？家庭福报算长了咯，准含客了呀，准对落呀，变善食人啊。那么，这个隔壁这个夫妻呢，
抚养两个囡仔，拢总有四个。因主呢，逐工捞一寡米，捞一寡米，伊捞捞捞呢，迄饭捞捞呀，佫甲食无了，像晒干就对啦。用粉袋啊，佫叠起来，用布袋佫叠起来，叠到尾啊，因规个房间、规个厝间呢，拢总是迄饭干就对啦，变成一个好野人。那么隔壁的人，迄好野人散了了后，准走过来问讲。哎呦，你是什么原因的呢？你是瞬间呢，让感觉会真恐怖，怎么你遐贵啊？理由在哪里啊？那么隔壁迄人，该有修养就甲讲，讲其实你也知影，阮家所有这米啊，这饭呢，晒干这就是过去啊。恁二十几年来，所有食出的米啊，食出的这个饭丸，还是这个。这个饭粒仔呢，唔知爱惜，乱全部倒伫水沟。我顺着恁倒水沟当中，是甲鼓起来、甲捞起来呢。你来看，如今阮规厝间拢总是这个饭丸哦，啊种饭粒仔所晒干出来。你看，然后呢，换伊呢，对方呢真有自卑心，因为善地爬起来，因就得呢一分地啊、一分地啊，开几户这个过去好家人的善鬼呢。来给他吃呢，你想看看，这个故事啊，给你启示就是说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福报你可以欠，你可以收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善者要好业，有他前因后果，你好业要变善，有哪有他前因后果，你想过浪费，你饮食呢，无一个无度，饮食无一个制度，无一个控制，想过呢，浪费为食呢，就是因啊，带来个对了，个善者的果报啊。因此，我要讲话，好业卖变善，善卖变好业。所以，用心是安怎去用的？哦，用心安怎用就对啦。这呢，值得咱去思考的所在。水菩萨，富贵就是果。那么，伊的前因是如何呢？就是修福报引来，所以我要讲话，富贵是以修福报呢而所得啦，绝对是无唔对啦。好，注意菩萨搁听好，这个帕拉就是因啊，哦，是按照讲帕拉就是因，注意，帕拉就是讲走去山顶，掠土啊，掠山河。掠姜啊，掠山猪，拍鸟啊类，哦，拍鹰啊，这种都是因啊。可是你无得意啊，莫讲你落山了，掠只山猪，掠两只羊啊，山羊啊，掠到三四只兔啊，你点欢喜呢？这嘛后摆果报诞生的时阵呐、啊，所以怕啦就是因，以后受这个惊恐送命就是果啊，啊？比如这款哇，冲红心理啦，哦，起笑发狂啦，丧失你性命啦，这就是以后果报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唔捌看过拍蜡人，到尾在拍蜡当中的死里拍蜡当中，人菜虫食菜，菜卡死啊，有道理啊，因为菜吼内底有虫，啊菜虫呢是去专门食菜啊，结果死伫个菜内底。有的人去煮菜呢，去煮死；哎，人农药去扑啊，怎个扑死呀？菜虫食菜卡死呀！你拍那人就是因，以后你得到这惊恐送命的果报，甚至是拍那当中死里拍那来的。哎呦，果报啊，果报啊！虽然做菩萨啊，有的时啊呢，我都感觉，我当细汉的时啊，我伫山顶哦。曾经在山顶呢，好、哦，我做唔算唔是怕啦。喺山顶有一块尖啊，叫做山鸟呢。哦，这个山鸟啊，哦，这尖啊，一块尖啊呢。哦，用山鸟去下土啊啦，哦，下这山河啦，田鼠，即马叫做田鼠啦。迄足大只哦，迄山河一只有当只半斤，有当几斤呢？足大只呢。迄甲下长了吼，迄门甲敲敲。哦，门个戳出来，浸烧水了哦，啊门戳出来，迄鸟鼠个肉太哦，吼、哦，
有够富热诶，鸟翅啊，就是即卖讲去田鼠，就是山鼠啦，迄一只亲像要拖遐大只呢，迄只插一个高碳渣哦，甲白白诶吼，吼，香哩个甜哦，即个感觉老喙暖。所以呢，我伫山顶啊，掠到一个山鼠，我运气歹啦，啊，无咧福报啦。迄山鼠掠真济，但是从来都毋捌掠过兔啊，下兔啊下袂着啦，哦。啊，山鸡我更加毋免讲，拢下袂着，咱都无即个业咧，拢下无咧，伊无欠我哩咧，所以我下无啊。那么阮兄哥无共款，阮第二兄哥哦，迄山兔啊掠足一只，足好下，用迄山鸟去下啊。我阿掠足一个山鼠，即马叫做田鼠啦。好，我拖掠几只，掠几只顿安尼。好啊，去炒啦、煮啦，好真好食。诶，山兔甘即咱人饲兔啊，迄肉无共款滴呢。像讲咱刣鸡啊，对毋对？迄只土鸡啊，肉较好食。你若讲肉鸡啦，用个饲料饲出来鸡啊肉，食软软软软呢，袂甜啊。哎，土鸡啊肉山顶全放生伫遐去走吼。伫遐土食吼，迄款鸡肉较好食呢。所以佫听好，吼、哦，阮爷哥啊，伊拢下土啊，下姜啊啦，下即、這个啊即、這个山芋啦，下足济。哎，我算算讲，伊拢下着呢，即就伊业较重啊。我呢下土下袂着，从来毋捌下过，啊山芋下足济只，伊业较轻啊。哦，所以讲掠济未必然是好啊，掠少。未必然是歹啊，掠愈济，业就结愈济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掠愈少啊，业就做愈少啊。哦，在世间法来讲，哦，掠愈济，你福报愈大，愈有口风。不过你一直对落去，你都毋知影。哦，所以呢，我意思就是讲啊，咱做业有阵时啊无合乎以前，有阵个加减会去翻流。咱知影了，都收卡洗手啊，毋但阁继续阁翻累，哦。那么，我来讲这个打蜡的人，到尾死伫咧打蜡当中的前因后果，互你听。阮住伫恒春山顶啊，过去恒春山顶，迄山林啊，拢还袂啥物开垦，米足济山猪啊，迄猪哥、猪母、猪仔囝一大堆，暗时啊、黄昏拢会走出来偷食个番薯啦。因就带十几斤个啊，有呾两只、三只，有呾七八只。真正规片的啊！迄山林足济山猪啊，结果伊有一个山地同胞，伊的狗啊饲足济只，饲到五六只的狗啊，迄土狗啊，人讲正港的土狗啊，就是山地同胞的狗啊啦。哦，咱台湾的狗足济拢是进口的，啊，然后交配了，哦，安尼都混血狗呢，南加尾啊拢无顺啊，啊，真正土狗伫山顶，即摆嘛渐渐无伊啊啦，哦。那么这个山地同胞这狗啊呢，各有饲了六七只哦。那么伊训练这狗啊，拢总是咧掠山猪的，佮加添伊自己有个经验啊，弓箭就对啦。那么伊弓箭足准的哦，哎、欸、吼、哦，一百公尺以内啊，有咱射击呢，伊的命中率呢，差不多70%到75%，足强的就对啦。有一次啊，伊看有山猪，我然后伊六只狗啊呢。等做一辈子容易就对啦，那容易了呢？迄山猪啊，呼一爬就撞一走呢，结果六只狗啊，加四只山猪，差不多偌济，50几公斤呢、啊。吼、哦，迄顿都青青草咯，有当因食袂了呢，有当太太啊去卖一个平地同胞，啊因食袂了，拢去生起，佮劈起就对啦，我讲食有丢就对啦。那么这山猪我伫山顶食足济哦。好个肉，不过山猪个肉呢，毋比平地猪啊难饲个。山猪个肉比较吼，伊个肉吼较臭臊。啊，当时呢有一个山猪现个呢，有一个现，个个新走个，迄山猪现个味较重。山猪含平地猪啊有一个差别，山猪呢较短只，毛生较济，喙骨较长就对啦，耳啊较细蕊呢。迄山猪吼，哇，真歹呢。你人啊，只有挖起会甲你用刺甲你胶呢，用刺甲你胶甲你火，会咬人呢。有迄山猪哦，较老的喙齿哦，两个大蹦牙哦，会共弄呢，有啊人弄死呢。那么这个山包呢，伊真经过哪边啊？掠只狗啊六七只去山顶呢，去拍啦，掠山猪啊，
听伊讲了掠走三四十只有，好掠袂少。那么伊不但用山，用这狗去掠山猪，用金钱去杀。那么听讲伊哦，去杀的山猪时啊，有曾经两遍的记录。看狗去追山猪，结果安怎？伊去杀当中失手两遍，杀了家己狗啊，胃巴肚变成光落去呢。佮擦一下尔吼，迄精神真来呢，注意，迄无个来来来啊，佮倒狗语啊，胃巴肚变成个擦过阵烫过呢啦，迄只狗冻啊阵死去啊，真恐怖呢。不但安尼哦，有两遍，一只无死，一只胃后脚腿阵个擦落去呢，结果抽起来吼，迄血淋淋啊，迄只狗阵摆脚啊，摆脚是摆脚，伊嘛训练到会去咬山猪呢，叫家不顾就丢啊。伊对狗足照顾，因为遐狗就是伊趁钱维持生活伊个根源啊。注意去听好。那么伊不但用狗掠山猪，同时啊，伊本身自己呢，伊会用只钓啊，吼、哦，用这迄种款钢索就对啦，迄钢索去下山猪，用只溜索啊就对啦。知影山猪个位啊过唔，伊就搭了遐吼，伊溜索全溜起来啊。溜起来当中吼、哦，结果安怎？人就挖起只用个枪啊吼，故意叫做枪啊。迄个枪唔是用枪个弹哦，迄个用个倒钩机呢，我甲斩到滴啊，甲斩到只山猪死呢，才派转来呢啦。有一次，这人伊猎种就捕啊啦，所以我山猪猎几百只不得了啊，杀死这个哦，啪啦，这个山猪猎袂少啊，咱人总是久捕啊。到尾有一次啊，伊用个家己网啊哦，吼家己溜索啊哦，因为狗个堆吼、哦、人啊心公火个去堆山猪啊，家己溜索啊哦，结果家己人打落去啊，结果安怎？边啊个有一支用一支箭就对啦，家己人射过呢，迄射过当中哦，个溜索溜后脚哦，两只脚溜一支，全倒插起来，一根一个射过呢。把个正卡啊倒靠，或一个车帽准啊，或伊啊中标就对，我射落呢哦，准弹过呢，准失球，准死伫个山顶，准吊死伫个啊！你想看卖啊？所以讲，这个怕辣的人啊，就是因啊，有当去死伫个怕辣当中啊，有伊前因后果啊。你今仔你若换一套路，无去怕辣，反正就袂死伫个怕辣这個、当中啊，这就是伊因果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予咱目睭清盈盈看会到一个伊面古布啊。那么注意去听好，下面咱过来讲，讲五逆父母就是因。那么以后你的子女啊不孝呢，就是果啊。有道理无？有道理。那么咱若对家己父母啊唔知有孝呢？我讲啊，像世间人讲的啊。知影这后生祖囝袂友好呢，咱若知细汉就甲定死啊，迄有道理呢。啊，真正有影你饲着这两公啊囝吼，有当时啊你大汉了呢，名声扬名呢，足后悔甲饲大汉的呢。我听足侪信徒的恁讲啊，有影呢，咱若注意有耐心听伊讲半点钟哦，咱就爱替伊流目屎。啊，伊讲伊自杀，气甲噗噗跳就对啦，真正有伊入场啊。当然哦，迄是气话啦，才有可能讲甲家己囝定死呢。这是只是讲哦，咱忤逆父母呢，实在无必要啦。后摆这因果会报应啦。都有一个信众安尼讲啊，讲伊囝对是外人啊安怎不好，一直讲一直讲，讲差不多将近要点外钟，伊还阁讲袂尽呢。我讲你有可能细汉，现在即卖你对你老爸老母有可能不好啊。用别的事啊，伊个今生来讲，对我老爸老母，还有我大官大姐，有缘非常友好。那为安怎我的后生祖囝应吹应接呢？安尼搞安尼变来变去呢？有当时啊，甲我恶，甲糟蹋，用为甲讽刺啊！啊，伊无摕钱给我，我阁袂安怎哦？都无必要用为甲讽刺哦，讲妈妈无水准，即个太公时代啊！哦，啊，佫对人袂对，啊，妈妈你无受甚教育，你毋知影，互伊真艰苦，真艰苦啊！我佫话讲，
这个因果伊有够来看呢，唔是讲讲重视今生而已啊，嘛是有可能过去成长的当中，你欠恁个囡仔债务啊，啊，还是你自己呢？你过去成长，你不孝你家儿孙啊，不孝你爸母啊，伊投胎转世了后，你唔知正是第人，因此呢，因果总是循环呐、啊，因果总是浮的时阵呐、啊，伊强了时阵呐、啊。然后再加减呢，伊才先停了。伊讲说啊，过去常常看袂到，我是无啥敢把握啦。那今生来讲，我实在问心无愧啦。我怎讲？讲说因果的循环是构成三世因果的，唔是讲像咱一般人世俗人泛泛之辈讲认为讲今生问题呢尔。那安尼看一切真相诶，安尼有当个以偏概全，安尼有当看真相看袂清楚。然后伊就。才开始学佛的呢，哦，多念佛多修行。讲人生海海啊，在世间呢，一刹那之间呐、啊，数十年的寒暑啊，念字就过啊，也无啥个流言执着的，都好念阿弥陀求生净土，这我认较实质啦。诸位菩萨，搁听好。那么，这个夫妻啊，爱生后生祖囝，拢总是一缘呐。拢总是一个小欠债啦，唔是欠债就讨债呢尔啦。你要相信唔相信？来，你若唔相信呢，我讲一个开悟的祖师呢，伊体证出来，伊心内一结晶的话啦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夫妻是缘，善缘恶缘，无缘不足啦，儿女是债。讨债行债，无债不来，有道理无？有道理。意思就是讲，作为夫妻呢，嘛是一个缘呐、啊。可是这个缘，爱问伊是善缘还是恶缘呐？总是缘呐、啊。啊，若是无缘，总是袂相助啊，就袂斗阵呐。有道理无？有道理。啊、哦，所以夫妻你免问讲。是好爱歹啊，斗阵就知影，斗阵咧甲地就冷暖自知啊，如人饮水啊，安好斗阵，无好斗阵，吼、哦，也是歹斗阵，拢总有一个缘字的，即着爱为夫妻之间靠默契讲解出来。啊，儿女是济啊，讨济行济啊，无济总是未来呀、啊，有道理呀、啊。所以后生祖囝到底是来讨债，还是到底来行债呢？你来看伊好优质无，会听话无，好照顾无，这都是看你讨债行债呢，都化分乾坤啊，就对啦，真清楚啦。无债就对未来就对啦。哦，所以注意听好。较早呢，有一个姓高的太太啊，伊本身自己呢。伊生一个啊，一个查某囝。这个查某囝呢，竟然真够读册，读个大学毕业无？读个大学毕业呢，都熟识一个男朋友啊。男朋友对嘛真好啦。可是因妈妈、老爸呢反对，所以做囡仔受不了这个爸母反对的打击呢，因此家己想袂开啊，因此呢来自杀死啊。注意。这问题就走出来，安尼死去了，是不是无代志啊？伊这内底足侪问题通讨论呐。一来，你想看麦，咱敢保证就对了，百分之百是来讨债。一来，你想看麦啊？因老母家怀孕十个月哦，老母怀孕十个月是负真艰苦啊。我虽然是男将，唔是女人，唔捌怀孕，唔捌生过囝。不过我会当体会到，讲这女性的朋友呢，伊怀孕十个月的辛苦。你若讲要食这物件呢，爱考虑讲唔在伤个这胎儿呗，啊、哦，伊宝贝囝呗，食少食冷爱相当考虑，是不是啊？唔你，那假使讲食少食冷，药后壁只食了无好势啊，因此哦，这囡仔伫腹肚内变成畸形啊，生出来囡仔呢，哇塞！欠一对目睭，耳仔阵凹凹，脚阵大细耳，爱囡仔咧心脏、五脏药物
无正常呢？生子时呐，老母会真紧张啊。怀孕十个月一定足济难堪的所在啦，这毋是三言两语讲会好。但是我不能如何，我想会出来。迄只巴肚遐大坑啊！啊，敢你上车时无注意磕来磕去，啊磕一阵撞出来安怎？是毋是啊？啊，假如讲要等候车，啊车无来，伫遐徛足久的，等足久的，妈妈坐哩不安呐、啊。哦，总是呢怀孕无快活。哎，那个不要紧哦，你要出事的时啊，那么就要甲这囡仔呢换尿珠啊，六屎六尿啦。老母六无够，爸爸拖你到六，六屎六尿。啊，你半暝个唔困，够歹困撇，困几时啊？在差唔时，好、哦，我爸母激死呢。我听到做爸爸还无耐性吼，拢拄我太太呢去骗人呢，啊，家己困一惊呢。做妈妈真可怜，啊，总是呢，无甲骗袂得啊！啊，两个阿母都为了囡仔，唔爱换西药呢，就伫冤家啊！你甲为了生理哦，互恁老爸老母冤家哦，还佫足侪问题啊！六西六尿，还佫啥？抚养伊大汉，唔知这囡仔会哦，低血收会怎啊？拽起来袂？啊，佮抚养伊大汉呢？你呢？饲到半中途，怎个拽条狗起来吼？妈妈嘛，良心不安啊！爱抚养伊大汉的爱心呢，所以爱个教育，互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读个大学毕业，你来看，爱互伊教育啊，搁爱互伊金钱，吼、哦，互伊食三顿，搁有零用钱，搁注册费，带宿舍费，种种啊，爱互伊金钱经济啊，啊，搁有啊，爸爸妈妈付我一爱心，付我一感情，有这囡仔呢，啊，照顾伊长，照顾伊短。所以讲，望女成凤，望子成龙啊！哎，原因是安怎？望子出人头天啊！因此呢，就咧跨界东，跨界西，一切有欠伊啊！人心人命，唔听话，人心人命嘛是一切有啊，拢总欠伊啊！哎，注意，还佫昨天讲袂完的呢。结果呢，大汉了，跟男朋友熟识，爸母反对。伊自杀死，个妈妈呢？日甲气甲，目屎公公流，像是水倒水呢。那好就无代志，那无好呢？个为着想这个查某囝，想甲死去呢，含性命都拖去啊！安尼是毋是欠伊一罪？无唔对啦，千讲万讲，正讲倒讲，无唔对啦。所以呢，咱伫这世间欠一兄弟，三面人都比上较清楚。所以，在你结束以前，有滴要留哦，这个留恋，有滴要呢，心中和大家增加印象的，咱搁念一个开悟祖师的法语，互你有一个人生一直有行呢。开悟祖师言讲：夫妻是缘，善缘恶缘，无缘不足啦。儿女是债啊，讨债还债。无借不来啦，有道理无？有道理啊！在这句有道理当中呢，时间无应准咯。你也听我这个话语，就知影讲要惜别啦。会记哈，明仔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呢，第十八天同一时间再会。